意给你，不要在我的面前说甜言蜜语，我会一次爱上自己。总觉得思念无罪，总觉得不输给谁，常对着镜子陶醉，开心的无法入睡。总觉得世界很美，难过也不翼而飞，其实爱上自己也没什么。首先由我这个总经理呢，在这边为大家宣布一下大家分配到的工作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请我们的董事长，董事长，董事长，我吗？我是董事长，当然是你呀、啊，我是部长啊，你当董事长是理所当然的。对，我们大家欢迎董事长。好，董事长请坐。来，我们的许旺财董事长呢，将会带领着我们大家哦，把这个家族企业呢经营得有声有色。当然呢，还有我们的业务经理许小美小姐，将为我们规划进出货完善的流程，还有开拓我们的槟榔王国，请多多指教。接下来呢，介绍我们的公关经理许小丽小姐。是我吗？真的是我？当然是你呀、啊。那我嘞，有，你是我们公司最重要、最重要的攻读生。他们都是经理，为什么只有我是攻读生？你不要不知足好不好？你现在是小开耶。小开，最好是小开。好，大家不要吵不要，大家尊重一下，我们现在会议结束，好不好？我们边吃边聊，吃完之后我们大家开工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快点，妈妈吃。徐小明，赶快咬一口啊！爸，你先吃看啊！这，吃下你。你艺术天分是传到我，没有传到你爸爸。这样子啊，以后我们三个就是槟榔三姐妹。姐妹，啊，姐妹。老板，哇，你种的东西都很棒哦，漂亮哦，赞啊！老板，那就这样子了，我们什么时候签约？做生意都要先困做伙啊！我阿爸你签什么约？我做生意你安呐，二十多年啊！你话很慢的，来吃一口来啊！来吃一口。谢谢，我吃不习惯呐。搞我做生意忘稳的呢。那我们就一言为定了，好。谢谢，我先走，慢走。老板，顺便来帮我们沾喜气啊！
干嘛？吵死人了嘛！哎，可是还蛮好看的哎。 恭喜什么？安明老大的意思说，恭喜你们槟榔店开店大吉，祝你们生意兴隆，财源广进。谢谢。礼物要什么？礼物。安明老大的意思说，因为你救了他一次，所以他送一份大礼给你。想要什么尽管说，不要客气。从天而降的大礼，徐小明，你削翻了。还想要什么好呢？一台 PSP。 对，还是一台摩托车好了，又帅又拉风。对啊，一条命换一台摩托车，这样太便宜他了，不管，我要多要一些东西才行。三个。阿明老大的意思是说，你这个人深恩不忘报，是个好青年，所以他决定要送三个愿望，只要你想到的，随时可以来找他。小明啊，去。 在干嘛？嗯，谢谢。啊！快过来，徐小明，那个人是谁？说，快说啊！ 他上次被人家追杀，我不小心救了他。追杀？你参加黑帮械斗？你是不是捡他们的钱呐？我啊？哎呀，我没有啦，我没有啦。那是谁啊？哎呀，这用膝盖想也知道，他跟人家就混黑帮吧。我说旺财，你真是可怜，连一个小孩都教不好，让他误入歧途，你怎么有脸进我们许家列祖列宗啊？ 我们许家虽然不是什么大富大贵的人家，可是至少家世清白啊。现在家里除了小流氓，我这个做大伯的，我都觉得脸上无光啊。妈，怎样啦？不好了啦，我们槟榔快卖完，没货了啦。那槟榔伯说帮我们送来，到现在还没有送来，怎么办？怎么会这样子？没关系啊，等一下哦，我们去问槟榔伯啦，看出了什么问题。来啦，我们去喝下午茶，老公。哎，对了，旺财，小孩教好嘛。 小美、小丽，给我好好看住小明，等一下我回来哦，开庭审问。是，走了，拜拜拜拜拜拜，徐小明，你给我过来坐好。哦，你哦，你闯大祸了你，真的。 姐，嗯，我刚刚看到那个年轻的，真的很帅耶。徐小丽都什么时候了，我就看到那个大面头那个啊。
老板啊，不是啊，你要听我们解释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大家合作那么久了，你讲话。不是，啊，我跟恁大拢讲啊，恁有啥物代志，等于跟恁大讲了，对不起，恁大的问题啦，不是。哎，我跟你讲好，恁大，嘿，哎，你大哥真的不是人呢，他到底有没有天良啊？啊，处处在跟我们作对，我们卖个槟榔，正正当当的做生意，有妨碍到他吗？对呀，不接触嘞，高价收购，断了我们的货源嘛。哎呀，这个槟榔的老板也真奇怪呢，啊，他都答应全部都给我了，现在又什么通通要卖给我大哥的，哎，那这样子我到哪里去拿槟榔来卖啊？好不容易我们一家人找到一个好工作，我们精神也都投入了，已经不接触嘞，你叫我们又怎么办啊？天哪，难道连老天爷都要跟我们作对吗？大哥这样做实在是太不应该了。对，没关系，这条账我也好好的跟他算。走，我们先回家处理小明的事情比较重要。小明，跪下。我问你，你到底有没有加入黑道？加入多久了？我没有。没有，没有，人家今天为什么会来？哦，我还帮你请舞龙舞狮来撑场面呢，还送你礼物，还有什么三个愿望的啊？我不是说过了，我上次不小心救了阿明老大，所以他为了感谢我才这么样做的啊。好啊，那你在祖先牌位面前发誓，说你绝对没有加入黑道，否则啊，你以后啊就没有零用钱。发什么誓啊？我明明就没有。还说没有？那没有你发誓啊，我还你清白啊。我不要。从前的自恋无罪，总觉得不输给谁，其实爱上自己也没什么不对。发什么誓啊？我明明就没有。还说没有？那没有你发誓啊，我还你清白啊。我不要。还说不要？你敢给我顶嘴是不是？好，我今天不要打他了。少女杀手法兰克失踪了。三天前，偶像明星法兰克在上完通告之后，跟经纪公司表示要回家休息，之后却失去了联络。目前法兰克家里的电话没有人接，手机也关机，没有回应。他的经纪人方妮拒绝证实此事。根据本台记者独家消息，法兰克无故的失踪已经造成大陆、日本的宣传造势以及代言活动的全面停摆。因此呢，初步估计损失的金额大约在新台币5000万元左右。怎么会这样啊？怎么办？不懂怎么办呢？爸，什么东西怎么办呢？他的事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哎。家难当前啊，你弟弟犯罪角度已经进入黑社会了，你还在迷什么东西啊？爸，你不懂，法兰克是我的生命哎。爸，跟你讲啊，姐，你讲的他会听的啦。就跟你讲讲讲不听嘛。姐，不要打他了，你走开嘛。我走到哪里去？你走开，小美，快快。姐，小美，赶快来帮我的忙啊！我一定要让你弟弟哦。发誓，我真的加入黑道，我一定会让隔壁的大伯给死啊！你不要这边法马克什么的啦。龙美惠女士，她叫法兰克，从她出道我就是她的粉丝，而且我还是她粉丝团团长。她出事情，我怎么可以不管？哎，失踪有警察会查嘛，你第一个事情比较重要啦，过来啊！姐救我啊！姐，徐小明，你好。抱住或跳到背上，我就没事了。嗯，什么？徐小敏，对，你走开嘛！哎，徐小敏，下来。法兰克在上完通告之后，跟经纪公司表示要回家休息，之后却失去了联络。法兰克，徐小敏，下来。徐小敏，下来了，赶快下来了，龙骨会给你压断的啦。你们在做什么啊？这个你还看不出来啊？你妈啊，就不要小明加入黑道了，问他有没有，他都不说了，谁知道到底有没有呢？啊，你姐姐啦，那迷那个什么叫法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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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课的啦，真无聊。姐喜欢法兰克的弟弟有没有加入黑道，有什么关系啊？当然是没有关系啦，不过你要说有关系哦，也没有关系啦。哎呦，可
帮忙。法兰克若有三长两短，好多人活不下去，包括我。姐，你还在上网叫人找法兰克啊？太紧张了啦，搞不好他其实没有接电话，又不是真的失踪。没接电话就是失踪。你不要太担心了，法兰克那么聪明，那么优秀，就算他真的被绑票了，他一定会自己想办法的啊。什么？你说他被绑票？完蛋了，要是我的法兰克被绑票的话，那我愿意代替他把他换回来，好不好？我只是说万一了，又不是说真的。不过话说回来，现在的坏人真的很坏，他们拿到钱后有可能……你的意思是撕票？惨了，我的法兰克会不会已经……姐，不要胡思乱想了，大灾不会这么倒霉的。就是有，而且还可能更惨。你有没有看过那个电影《人魔红龙》？里面的歹徒有可能是杀人魔，他们根本不要钱，他们就是想要杀人吃人肉。好，天哪！如果我的法兰克遇到这种人的话，那连个全尸都没有了。我的天哪！那怎么办？我一定要赶快把法兰克给救出来。就坐一下嘛。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两个很久没有这样轻轻松松坐下来聊个天了呢？哎呦，轻松！哎，你这次说的可真轻松啊！哎，你知道吗？你这样搞失踪啊，你搞得全公司上下天下大乱，总经理气得扑扑跳啊！他还说什么你不负责任呐，还要告你违约。你我愿意吗？我最近压力很大，你知不知道？我最近每次只要一上台，我就会昏倒。第一次就算了，可以说什么工作太累。那第二次、第三次呢？张国荣，你知不知道？那种巨星所承受的压力，你不会懂的吗？哦，我发觉哦，你不当偶像歌手之后啊，你可以去演戏。我没有在演戏，我压力真的很大，你知不知道？轻松点，放轻松点，来多喝点，多喝点，好不好？先重点事哦。那你今天住哪里啊？你打算躲在什么地方啊？不要说那么多了，今朝有酒今朝醉，喝了。嗯，好啊。可是我现在失业啊，我没钱啊，赚你的。不要说那么多，喝了。想套我话，门都没有。当你这个大嘴巴。我现在如果跟你说真话，明天所有报纸、头条、电视新闻、跑马灯，都通通都是我的消息了。我一天上几次厕所，放几个屁，全世界都会知道，才不会告诉你。从前的自恋无罪，从前的不输给谁，其实爱上自己也没什么不对。来来来，继续喝。哎，喉咙可以放松一下了。老公，
公啊，我们刚跟小明讲话会不会太重了？你也知道啊，我们家小明从小就很没有胆，苍蝇蚊子一只都不敢打。那我们只要给他吓着，那又夹夹那皮皮出来，你边下蛋。奇怪，跟人家加入黑道，那砍来砍去，这不可能嘛！别人怀疑他哦，我是没有关系的。可是我是他妈妈的，我最了解他的个性哎，我还是要相信他。你哦，也不用太自责啦。以我这个过来人的经验哦，什么过来人？你混过黑道？没有啦，我的意思是说，这个儿孙自有儿孙福啦。啊，我们年纪都这么大了，不用大惊小怪啦。小孩子哦，混黑道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嘛。哦，啊，你的意思是说，小明混黑道哦，我们也不用担心啦，哈。啊，小明加入黑道，我没有关系就对了啦。我不是这个意思啦，我的意思说，小明胆子那么小哦，他就算是混黑道，绝对混不到老大了。讲难听点的，他要帮那个阿明老大提公司包啊，都不够资格的。徐旺财，我拜托你志气高一点好不好？我们小明是多差啊，小明是比较像我，太善良了，不会爱跟人家计较了。我告诉你啊，如果以我们小明的聪明才智要混黑道啊，绝对是大买啦。大买就死啊啦！你要知道啦，那个警察一清扫黑啊，第一个先抓老大。小明如果是老大，就一定会被抓到绿岛去关啦。那我们家就断后了啦。嘿，你别惊哦。当然会啊。其实啊，我是觉得那个黑道阿明哦，对我们家的小明哦还十分礼遇呢，而且哦，他还要帮他完成哦三个愿望呢。如果啦，我是说如果，如果小明的第一个愿望啊，就跟阿明老大要求说，那个槟榔啊源源不绝的供应给我们了，那我们就可以一直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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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停的卖。小明啊，在写功课。明天有考试哦。啊，对对对，乖，哎，不要太累，来，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。小明啊，爸爸妈妈刚才那么凶叫你跪下来，你应该没有吓到吧？妈，你怎么了？突然变得这么轻声细语，不乖乖的哦，是不是想跟我讲？也不是很重要的事情啊，就是说，阿明老大不是给你三个愿望吗？是啊，可是你不是说叫我不要混黑道啊？对对对，是真的不要混黑道。可是你知道吗？那个天丁大伯一直找我们麻烦，他把我们的槟榔的货源都给断掉，我们快没有槟榔卖了耶。所以妈妈求你，可不可以分一个愿望给妈妈？可是你不是说，小明就这么一次，就算哦，他还你救命之恩，从此以后再也互不相欠。如果有什么事情的话，我跟你讲，你就要来找妈妈，不找你爸爸。好啦，家里的事就是我的事嘛，而且事到如今，我想我也没有选择的权利。真的是我的好儿子、啊、哎呦，家里有你真的是福气啦，福气啦。妈，你别客气啦，你的困难就是我的麻烦嘛，而且妈有事，儿子福气也是应该的。不要叫醒，赶快休息呀！啊，赶快休息。小明，姐有话跟你说。什么事啊？阿明老大是不是给你三个愿望？怎样？法兰克失踪了，你可不可以请他帮个忙啊？他手下那么多，请他派手下去找啊。可是爸妈说我不能碰黑道啊。你够不够意思啊？从小到大都是姐在罩你耶，隔壁那些死小孩拿你的名字开玩笑，说什么小明在一次车祸中丧失他的双脚，哪一次不是我把他们赶回去的、啊？你这次一定要帮我。可是爸妈不是说？说，算姐求你吗？小明，法兰克失踪了，姐生不如死哎！就算姐欠你一次好不好？下次我一定会加倍还给你。好啦，你不要再说了，我跟阿明老大讲。你答应哦，君子一言，快马一鞭。好啦，我不会后悔的。
大汉不言谢，拜。不客气啊，慢走。哎呦！二姐，你来晚了。刚妈跟大姐进来过房间了。阿明老大给我的三个愿望，我也只剩下一个了。剩下那个，我想自己用。什么？没想到妈妈跟姐姐这么自私，都是为了想满足自己，竟然叫你去求黑道。小明，你放心，二姐一定会保护你的，绝对不会让那些黑道来欺负你。二姐，谢谢哦。那你到房间干嘛？对哦，这里是你的房间耶。我还想说，你怎么会在我的房间里？不好意思，我走错了。我只剩下一个愿望，不要再跟我抢啦！没用的啦，不要等。你在这边公司楼下等，不如赶快回来跟我一起顾店呐。哦，哎，我不要讲，你有客人。好好，嗯嗯。先生你好，你要什么？钱啊，一包。好。不是黑道老大吗？你给我下车！我警告你们哦，你们最好放过我弟弟。我弟弟个子小，胆子也小，连排行都最小。他是我家的宝贝耶，不对，宝贝是我。反正你们就不要乱搞了。而且我告诉你们，我的朋友是秦渣哦。如果你们敢动我的话，秦渣就会找你们哦。小姐，我想你是误会，我们只是来买钱呀。我没有误会啊，我。虽然现在我们家很可怜，不过我爸爸投资房地产失败，我买了一个不值钱的货柜物。然后现在就开始买槟榔，但是又没有槟榔可以卖，我们家真的很可怜。不过我们怎么可怜都不会出卖小明的。如果你们敢动我的地皮一根汗毛，我就绝对没完没了，听不听话？冷静一点，冷静一点，我只是来买茶叶而已。哦，刚刚的槟榔是100块。我马的胆识不错，把事情弄清楚，不要让我的恩人有任何的麻烦。是。其实爱上自己也没什么。佩服你的勇气。如果你家有困难的话，一句话，包在我身上。但是，如果你敢再这样对我大哥说话，下一次我一定不会放过你。还有下一次？是啊。我告诉你哦，不会有下一次了。而且以后不要趁着我弟弟了。小姐，冷静一点好不好？你弟弟干什么？冷静一点。做什么？
救命啊！我不要不要不要！这两张是我朋友的给我的电影票，不晓得这个礼拜天你有没有空，可不可以一起出去看场电影？你把我吓死了！原来是电影票，我以为你口袋里面有枪哎。枪啊，有。不要了，你不要拿出来！如果你现在拿出来的话，我马上就会报警哦。骗你的啦，还真的有嘞！大哥是不带枪的，小弟才带的。记得，礼拜天，不见不散。不可惜，大哥七呢？我玩玩没关系。说什么？是啊不是啊，敢让玩会要人命。既敢承认，这笔账怎么算？大哥，你真的误会了啦！我真是在面摊巧遇艾米丽了。你看，还有面条为证。不配！老板，其实事实是这样子的啦。小黄瓜多一点，辣椒多一点，面条最好也多一点。哦，来。你好。怎么就你一个人啊？大伟他的人呢？不知道哎。我去告诉大伟，情书我已经看过了，我答应跟他交往。居然答应要跟朱大伟交往，是吗，阿明？我家，我在家，辣死我算了啦！不会吃辣就不要学人家吃辣嘛，成什么英雄啊？艾米丽怎么可能看上你呀？啊，是啊，大哥说的是，艾米丽根本不可能看上我，而且我也更不可能暗中高贵。大哥对我恩重如山，宛如滔滔江水般连绵不绝，大草更是国色天香。其实我敢寄望的，大哥，这真的是一场误会啊！看来大哥误会你了。大哥，这真的是一场误会。我绝对不是那一种会暗恋大哥女人的人啊！乖乖乖哦，不过照你这样说的话，就代表着我跟艾蜜莉。危险哎！不，为了你，就算再危险的事，我都愿意去做。没讲。危险！Oh, baby.
我愿意。从前的自恋无罪，从前的不输给谁，其实爱上自己也没什么不对。法兰克，你一定要好好的。万一你有个三长两短的话，那我就要一辈子守活寡。要再来哦，我们有新货到，很有吃的哦。谢谢光临。哎呀，你哭什么哭啦？你哭衰的哦，没看我在照顾客人哦。那怎样啦？我今天去唱片公司，法兰克还是没有出现。他万一出事的话，我也不要活了。乖乖乖乖乖乖！哎，小美啊，妈妈跟你说啦，哦，我们平凡人哦跟艺人是不能谈恋爱的，你知道吗？那个生活差距太大了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要生活我们就要赚钱，赚钱要怎么样？我们就要努力的包槟榔。好，来包槟榔，包槟榔。妈，我们回来了。哦，回来了，来来来，回来就是要包槟榔啊！来来来来，来大家继续包哈！来来来来，怎么会有货？哎，看我干嘛？妈叫不要碰黑道，秀妹妹去找阿明老大。反正啊，不管有没有货，大家包就是了，好不好？哎，我教你们的方法包。来来来来，哎，来来来，剪一剪，剪一剪，哎，小明啊，对对，小明包一点点的石灰就好的，好的，包快一点，卡去干妹哈，来，对对对对，这个都上去。喂，很专业哦。哎，远远的看到我们这一家就是一个非常标准、非常专业的槟榔摊哦。尤其这个小弟小美哦，都有遗传到我这个优良品种哦，长得非常的漂亮，非常标准的槟榔西施啊。客人经过我都会流口水啊。那当然哦，哎，我也有功劳哎，品种差我一半哦。啊，对呀，所以你是槟榔东施啊，我上。啊，欧丽桑，对啦，我是东施，那你是什么施啊？你是僵尸啊？槟榔呢？有，快点快点，来来，还有后面还有，好，后面还赶快拿呀，来来来来，笑什么笑啦？啊，快包啦，来来来来，快点看，啊，这批很漂亮，很漂亮呢，开玩笑哦。小明，我快点包几个。双手奉上炸鸡薯条。妈，这不是你平常说的乐事食物吗？今天怎么买这么多啊？只有今天有而已。小明，妈妈在这边向你深深一鞠躬。妈，你不要这个样子啦，我还没死，要鞠也是我先给你鞠。平常你这样讲我会生气，但是今天我不会生气。小明啊，妈妈哦是要谢谢你哦，为我们家里出一份心力的。说尽一份心是不敢当啦，不过啊，如果每天有这么多好吃的东西可以吃，那该有多好。不可能的啊。妈妈知道我们家一向有优良传统，为善不欲人知，拾金不昧。这些你不承认没有关系，妈妈会放在心里面。不过既然已经许了愿望啊，妈妈是希望你跟阿明老大哦，从此不要再有瓜葛。毕竟啊，正邪不两立，而且我们是忠良世家庭。愿望啊？哎，什么愿望啊？哎呀。我知道啊，你听妈妈的话，向阿明老大许了第一个愿望，希望我们家的槟榔货源能够滔滔不绝，所以妈妈在这边深深向你一鞠躬。奇怪，我今天干嘛还没有时间去找阿明老大？到底怎么回事啊？趁热吃，趁热吃。一整天，我今天炸指甲油炸了一整天，甚至是没有槟榔可以卖。现在就是有槟榔，真是没人上门，真是浪费我的美貌。哦，我的法兰克，思念你的心，就像我等待客人上门一样，
望穿秋水，只为等你一个消息。关公了，用我的美丽的手来叫客人，一定有人会上来的。欢迎光临，要不要买槟榔啊，先生？要不要买？关公，好吃的喽。要不要买槟榔？今天买槟榔吗？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。来来来来，真的很好吃。你觉得他很帅、啊？这个男生，先生，要不要买？你懂什么啊？买槟榔哦。欢迎光临，来来来，这里有很好吃的槟榔哦，帅哥来，这里有很好吃的槟榔哦，要不要买呀、啊？小甜甜，你不记得我了？我是阿呆啊。你是谁？阿呆啊。呆，姐有变态了，救命！林江，来来来来来，姐。林江，姐姐有困难，你帮不帮？现在是我有困难哎。不是啦，他是你的网友。我的网友？我这么漂亮，我在播会上网交朋友啊。不是啦，他以为你是他的网友。啊！又是你，你又把我的照片贴在上网交朋友了，对不对？小声一点啦。拜托了，哎呦，最后一次哦，嗯，拜托，お願い，拜托，哎，你说你是阿呆吗？对啊，你不记得我了？你跟我说我有困难就可以来找你的、啊，我。请问你发现什么事情呢？我啊，我得了一种病叫做嗜睡症，压力一大就会想睡觉。哦，哦是哦，那你是来找我睡觉的吗？差不多就这意思啊。你这次还去我们家，行李都带来嘞。对啊，我全部都带来了。小美、小丽啊，吃饭了，吃饭了。哦，还有饭吃哦，太好了。他去我们家了，怎么办？啊，我怎么知道啊？有红烧猪脚，还有那个糖醋排骨，很下饭，快吃快吃。总是饱，我还要再添一碗。伯父伯母，你们还不要吃？不用，我减肥呀、啊。你减什么肥啊？相爱的画面为什么那么心伤？我只是一个傻瓜，为你把眼泪。Thank you.